我驚到。一支筆我提你買無夠搞多地，幾多大地？因為伊甲你塑身講看下，你又感覺作細地，即個排骨，即個名叫香蒜排骨冬蓉，即個就好啦。我来讲，即支排骨我有大家欢喜者。来，我本来甲你花300块，我就赚一手尔，一手让恁爽。你莫问我要几条哩，你就提钱我，信任我，我让恁爽。即大家拢知道我逐工花300块，来，今日这手天气无好，互恁全部人家欢喜，300几也无变。先给钱，我给你欢喜啊，200块，来200块。来，掏钱给。放排骨大只，200块，300块，给钱哦。来，提钱哦。直接给钱哦，200块哦。来，3个。这边给我挂4个，后边还有一个，4个，后边还有一个。4个。掏钱倒收钱的哦。帮我捉钱，帮我捉钱，拍摄，帮我捉钱，我会。你再来帮我倒收钱的人家，我再来一个本领啦。安尼同阿妹，你若帮我倒计钱，头前这人家我来倒计钱，我自己分恁啦。五个，你几个？我一姐。五个。你平时嘞？系。你无爱食排骨，上瘾啊无？你再来。六。六。我来讲，你无计钱的人家，我阁做啥？至少我绝对有能力，你相信我。这排骨真正大大大刀，大刀。九手呐。来七七。来手呐。几个？六个。最后一个。好，别别别别别，多少钱？一包啊，一包，来，偷着来走，一包，一包，卖钱包，一包多，卖钱一包，香蒜排骨够不够？够啊，你要吃吗？你吃好吗？人家奶奶催我，绝对卖你300，好不好？绝对300，这不是画2块了。这个要高哦，伊的成本比第六排骨还贵一点嘛，所以这不可能画2块。我这背包，你这钱。啊，好啊，分了。我先包，拿这边提钱，快点，我这边。辛苦你，辛苦你。来，来这。啊，无安尼啊，来啦，这只鱼啊，你紧买买啦，这野生的花生才大只，这拢无饲的，无难的，这当用这个甲做两种料理。来这。肉又绵绵，一支龙骨去头，烫到脚掌去，拢无饲，唔免菜啊，直接蒸就好啊。日本料理，唔系卖讲日本料理，凊彩一个海产大蒸，干呐直接推起来就好啊。鱼也无啊，鱼也无加鱼啊，或者。500。唔免500、400，料的然后煮起好啊。先给钱的300块了，300上面写的300，姐你不出声啊？来姐啊！你咪收一个，收一个，姐姐对啊。300上面写回收的，野生的回收啊，300，我这边要送你啊，这边过你，这边过来啊，300，这边过你，这边过来，这边过你，你若给300，这边我来啊，一支鱼拢无，我无来骗你哦，像阿姨啊，这边过来，300上面写的300，300够回收啊，300，来谢谢，大哥，你跟我买几届啊？做这家啊，啊！我是面拢四百卖300，我有跟人家骗无？今仔日因为落雨，我四百免钱，我搁请你吃，连敢无可能讲安尼啊！我五百，五百，我唔捌卖五百啊！你讲这老鼠狗啦，我唔捌卖五百。三下，你阿爸啦，啊！三下，无可能讲安尼啊！头前我，无啊！啊！你我三下，我你一个。你讲这多啊？我阿爸卖开五百哦，你讲讲好啊？你唔知甲我买几百家啊？你甲讲好啊？来，最后这阵四块我嘛无来算较贵，240块钱一升，真正比肉质好好食，鱼也是。最后一个240，最后一个鱼也是上面吃240。我来讲哦，我若四块卖你300，这卖无起无紧，我著拼了，你著买买上来吼。来，多少？刘伟，个。来，刘伟有提钱的手表去。来，我甲你收200，刘伟鱼的钱200。刘伟，刘伟提钱。好，你来分你两块拢提起，我做一家卖，做一家哦。那你来做，等我要吃鸭肉呢。你鸭肉先给炸四包。哎，拢无啊，最后一包。我炸四包来，全部无啊。来，最后一包，爱吃的先给钱，100咯。鸭肉讲完。来，谢。100块，你的果冻给我。2个，3个，4个，4个。无啊，无啊，无。我哩是啊。谢谢。哎，他跑掉，我去。来，姐，你先过来。过来。无啊，真正无啊。来，迄两块钱来我。对啊，固定几多我谢谢。来，阿姨。来。阿姐。我有一项物件信用足好个啊，啊当然嘛是足贵个啦，啊我给你介绍好嘛，来，你可以站起来尊者，哎尊者，来，我是讲这啦，我是讲这啦，站起来道心，啊，来你迄个，好，伫个你个道心，我国语尊者啦吼，国语，来有人要食国语个无？15%撇个，卖讲油油无油，干来这个卤肉拢油啊，卖讲这条油哦，干来伊个卤肉你家己看，好来，保证退冰就会当会生出安尼，吼，产地伫倒个伫只，唔免用嘴讲，用目睭看，我拢叫这间公司个，你会当开门看我把这间公司卖偌济啊，你开门，吼，来，是啦，坚持要卖这间，因为这间个包冰，包冰较薄，正常拢20%、30%，这间15%，信用较好，所以我长期性这几年拢是卖这互恁食，吼，我卖有够济去啊，好无来。
你要食鲑鱼大地哦吼，这真的是地鲑鱼，我钱给你，唔免让你加三千块、两千、千加钱，一千块上面加一千块。有人要食鲑鱼哦，你会当咧菜市啊，看像这个一地条咧，看一地偌济，你会当去讲，好不好？真正这拢问会到的啦吼，即马计条真当中，一千块有人要食无？一千块。鲑鱼一千块有人要食，我快咯。一千块有人要食鲑鱼的无？一千。一千有人要食鲑鱼的无？来收起后壁。我来讲哦，我就招六个人客，我就约六个客人。你若加客一千块，我人客你听我讲，我若破的，你会当去菜市啊问看卖啦。我留落是第偌钱？你若加客一千块，我人客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姐，全部三个价钱一千块，怎么写？鲑鱼大地一千块，我大声跟你讲哦吼。我若有时间的时阵，我会骑一台摩托车，我会四个去菜市啊踅。第一，我去了解现场市场的行情，即个鱼啊现啊偌济。第二，我会去问领导的。外国的行情是安怎算？这凊彩是第安尼现钓落三四百块，你先给钱，我来讲，我搁招一个就好啊。这地我卖袂，你问袂，你问无啊啦，真正问无啊。再过哩，搁招一个，一千块，你甲看手拢油啊，一千块搁一个，上面才一千。个人要吃啊，我真正比菜市啊俗足济，我一地买两百块呢，一千块搁买来无？鲑鱼大地拢有啊，谢谢。我招最后的一个人去给钱。这两个小弟无卖，先给钱的人给，包括一千块半的，姐一千块都一个人给一千。鲑鱼上面这个大地一千，好钱。来鲑鱼多少？来准加料。一千块够要吃无？鲑鱼。我再给你加钱。同我吃一下的，毛皮够一千块。再过哩，最后一个五百无，我无该算啊贵。最后一个五百上面这个鲑鱼起来做波。我最后一个五百真正无上面这个。啊，加手诶。差不多。来，你讲那个，啊，无你去摸鱼啦，我甲你摸啊，你食摸鱼，我知影，我见我甲你摸，姐，咱家己来摸好不？来啊，这几箱我袂卖哦，有人要食这无？沙茶牛肉，这两个差应在上，我食都唔免个两味啊，一包鸡啊，我两包五包，来，新皮子啊，新鸭三包啊。有人要吃沙茶牛肉的无？最新产品三百块。有人要吃沙茶牛肉的无？三百了。来，等你个头头莫骗你哦。沙巴上面吃沙茶牛肉。来，小姐。沙巴上面吃沙茶牛肉，我跟你讲哦。两个。你个差硬菜上好吃，差硬菜，真心的差硬菜，再过哩，再过哩。来，沙巴人要吃迄个沙茶牛肉了，最新产品。我再过哩。我再过哩，哎，够人，迄个牛肉一包袂定价价的无？那我两个，应该无三百，啊，无这包搁送你三百，紧就好啊，这包搁三百块，三百块要几个？四个，来后边我吃一个四个，后边帮我吃一个哦，开始。陈志雄吗？陈志雄，你再三千两千。五个，来大点声，最后一个给钱啦，这包冇买袂。六个，再后边我吃一个六个。好拢有这样吹落去吃就好啊！介绍给我介绍，我甲你，我甲我的专业讲互恁听，来，这有几粒煮，有当时啊，你这当个啊咧透肥落当时啊，爱食卖五百，有当时啊卖看介绍，物件真正是拢无同，爱食五百、四百变三百了。我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，
来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，我十条卖你300，一条卖你300。